谁能告诉我昨晚发生了什么？2024，年没过完呢，我先完了。我感觉昨天晚上啥也没干啊。哦，啥也没干？我都这个样子了，什么都没干吗？小明，你昨天晚上跟我说啥了？什么海誓山盟，什么什么？不是说梦话，梦话你都能当真呢？酒后吐真言嘛，我给你听听。别，不听不听。小姨对你有多好啊？挺好的。啊？你听。怎么能不喜欢呢？喜欢。羞羞，我究竟说了多少？那你平时为啥对我爱答不理的？我是男人，我什么？那男子汉说了好多。你想听我像你媳妇儿？对啊。啊！还有好多呢。哎呦，不行，我不能说了，我得穿衣服了。那酒后吐真言，说的话算你先说。好对疼，我想回家。